抓举是我还蛮享受当下，所以那个动作都有发挥出来，所以还蛮顺的，所以就跟教练说要再开重点，然后抓举是还蛮顺的，对，挺举可能是教练想要逼死我吧，想逼死你的。那因为其实这一次的就是节奏啦，自己在挺举节奏没有抓好，就是热身的节奏，所以其实在空档时间的时间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冷掉，对，所以一上场第一把我就。我自己都吓到，太重了吧！好像朝这样往后躺耶，对啊，好像我刚刚起来就是这样，对，核心还是有的，好不好？好像不是这样子爬起来，所以就这一场，我觉得挺举最好的就是让我知道那个节奏的，知道自己热身的节奏，对，可能要再注意一下这样。那其实今天抓零六还，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我。就是目标其实放在十月的全大运，然后64的全国纪录抓举是105，对，所以我就还蛮开心的有达到这样子，对，是没办法认真，对对，真没有认真。调整哦，在我觉得最近其实有些部分的那种，其实有些部分其实是有在拉起来的，可是相对的有一些缺点也是跑出来了，对，比如说像。之前是上半身比较弱，下半身很强，可是现在是上半身多于下半身，所以变成说在挺举的翻，光是翻领的动作，其实就很明显的有跑出来这样子，对。然后在接下来的训练也会去针对这样的部分来去做一个调整跟训练这样子。